大哥，今日迎娶第17房唐某，第18房夫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！大哥，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！请问新娘何许人也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大哥最近刚灭了妖狐族，这新娘子嘛，就是狐族的女婿，角尾。大哥。 那你可真是艳福匪浅呢！哎呀，何止是艳福匪浅，据说那九尾狐妖堪称世间尤物，娇艳动人，艳绝人寰，那简直是销魂蚀骨啊！大哥，今日是你洞房花烛之夜，那弟兄们几个特意为你准备了这几名童男童女，大哥你看看。 为大哥滋补精元，好。没用的，这锁链被施了法术，是挣脱不开的，不然怎么办？ 总不能坐以待毙，眼看着姐姐被那臭猿猴给侮辱了吧？美人儿，你的夫君来了！臭猿猴，敢跟我姐姐一根汗毛，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你要的我都给你。这就对了。来，只要你顺从了我。 我保证，让你欲死，准消一刻值千金呐！先解开他们。哦，你是想三个人一起吗？ 虽是美艳动人，可他甚是狡猾，我要不一探究竟，我先进去了。不行不行，音乐怎么停了？别拉我，我先进去。谁让你们停了？左边往左边窜，右边往右边窜，大家都后看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哎，你是音乐，哎，这我先进去了。别跑！ 玷污本君，玷污！你就是个狐狸精，跟了我是你的福气。我情愿死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等鼠雀之辈。<笑>真的吗？啊！怕什么？大哥，出事儿了！大哥，这人怎么都死了？啊！这事儿我知道。 由我慢慢给你讲。这帮色批都想偷看你和少夫人洞房，尤其是这个老色批，蛇精不干，当时就把牛杀了。山羊一看牛死了，又把蛇精给杀了。狗精趁机把羊精给杀了，蜈蚣也不是好东西，他又把狗精给杀了。这猪精他又……哎呀，憋不下去了。那是老猪，你又是谁？哼，我是江哥。
气有点粗啊，等会儿老子把你打得跟他一样粗。钉子了吧？收不回去了吧？没完了！怕你粗，就怕你装。姐姐，这链子法术失效了。快走。齐活，手套。张普兄弟，今晚咱们二人喝点儿。不行，要被出完不能打。谢先师救命之恩，我们是附近村庄的良家女子。别叨我，一根小水尖，一条小水池，你是狐狸？挺稀有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让你回家，饿是除不尽的，腰是捉不完的，这连知县都算不上，太耽误喝酒了吧？你不中我中。又冲动了。怎么办？这捉妖谱不懂事儿，你们也不懂事儿，跟他们拼了！和和气气的动什么手啊？你叹什么气？你还有不同意见呢？姐姐，今后可怎么办呀？家园被毁，全族被杀，我们已经无处可去了。女娲娘娘，我狐族被灭，遭三界欺侮，能不能给我们一条生路？汝之心愿无以收到，拜见女娲娘娘。吾授你一段姻缘，你尽可辅佐良人，实现夙愿。冀州侯苏护有一女苏妲己，近日早逝，尚未安葬，如可速速前去。至于往后命数如何，则要看汝的造化。老爷，太太，妲己。
如今天下动荡，诸侯纷争，伤势已显倾颓之下，为师欲择一得力弟子，于无代劳，封神下山，奉行天道，扶助明主。禀师尊，弟子申公豹愿意担此重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禀师尊，弟子认为按照资历和辈分，应由大师兄姜子牙受此师命。那你们大师兄人呢？是啊，这么重要的时候，大师兄他怎么不在呢？大师兄又迟到了。是喝酒去了还是钓鱼去了？都不是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就是我浮神流了。大师兄，你连师尊亲赐的法器都能弄丢，真不一般啊。师尊，弟子在昆仑山修行300余年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愿为师尊效犬马之劳。为师意向已决，就由你去吧。大弟子姜子牙听命。为师命你速速下山，赴朝歌则明主行天道，事成之后定成正果。师尊，你应该找这种稳重的，像申师弟这种，才能接这种大活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师尊，此事已定，勿需多言，你们各自下去修行吧。谨遵师命。哎，老头，站住！你给我点明确的指示。这样，为师赐你3个葫芦，必要之时依次打开葫芦，定为你指引解惑。你给我3个葫芦有什么用啊？关键时候能保命安身吗？此乃杏黄旗，可呼风唤雨，威力嘛，取决于你个人的修为。此乃打神鞭，打神打鬼不打仙，打妖打魔不打人。好，你给我的3样东西，我收走了。为师再赐你一坐骑。哎呦，师傅今天真是礼遇弟子，谢谢。这不就你那兽首四不像？他随你一道下山，时时汇报行动进度，关键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，不是？我不是不想收他啊，是这样，我对牲畜的皮毛过敏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说谁？你说谁是畜生呢？牲畜。你的意思我懂，我下山你不放心，你给我找个监工，对吧？行，我认了。走。去吧。师尊，那徒儿就下山了。徒儿不在，您自己多注意身体啊。姐姐，你看呀，红莲她这给我画的什么呀？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？你懂什么呀？男人啊，最喜欢这种仙女装了。你可打算能给你画成这样？不错了，人家明明是水仙，不像你啊，就是一条小蚯蚓。你见过蚯蚓有这么美丽的性子吗？收了，你们建苏府已经5年了，一点人样都没有，得意忘形。大师姐姐你呀，越来越像女人了。就是啊，姐姐，但是那女娲娘娘说的什么你的姻缘，怎么一点也没瞧见呢？我们能修得人身，在苏府安身立命，已深得娘娘的眷顾。姻缘什么的，要来就会来。
红莲，备军甲。是。别挂！不好了，妲己小姐出城迎战了。你带我来这什么意思？你是谁？报什么名来？我乃冀州侯苏护之女，苏妲己。你又是谁？你想怎样？你可以叫我大胡子。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有个传说，说战死沙场之人，只要将他身上染血的沙投入流水之中，方能冲淡他的沙枭之气，让灵魂重归故里。你在乎他们的灵魂，又何必杀他们？疆场相争，非死即生，没有这等觉悟，上什么战场？脸脏了，你这个大胡子倒比你的主子更有见识啊。主子？商王帝辛自从他继位之后，连年征伐，战乱不止，到头来更加羸弱。如今天下大乱，诸侯纷争，王朝虽在却无其实，若不以战止乱，稳固王权，如何能安朝野平诸侯？以现在的战法，只会越战越乱。女流之辈，懂什么战法？帝辛继位，先伐鬼方，再战东夷。近年又同九苗诸部交战，精锐兵力分散四方，给了800诸侯可乘之机，叛乱迭起。如此下去，再打10年，也止不住战乱，终将是一盘死局。你有解法？有。平息战乱，一年则已。好，那你说来听听。征战之道是何处学来的？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曾是一方之君，最终惨遭灭族之徒。他人生在世，悲喜皆如云烟，唯悔恨无从消解。算了，跟你多说无益。大胡子，你到底叫什么？孤，名帝辛。你我还会再见面的。帝辛，你
你只身前来，有何用意？仅有一事。说。提亲。哼，你攻我城池，杀我将领，有何颜面向我提亲？今日，要么你取孤的人头，要么孤娶你的女儿。大胡子，你凭什么？奉大王旨意，各霸兵戎，以止烽烟，与冀州修百年之好。归朝后，为苏妲己建摘星楼，行大婚典仪，筵宴八方，大赦天下。苏侯，孤有心抚平四海，一统天下，但需令女苏妲己的辅佐，望苏侯成全。苏妲己，你做孤的妻子，孤给你天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咱们进宫前可跟姐姐约法三章过，不可吸人精元，漏了妖气啊！你怕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再说了，自从那人给了鼻气珠，妖气是散不出去的。不是我说，咱兄弟俩在这儿无所事事个把个月了，是不是也该行动了？你说那不对啊。第一，什么叫兄弟？过事儿、过财、过命，那才叫兄弟。第二，那老头临走的时候给咱的第一个葫芦里明确的指示过，临泽立身密远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先是啊，鱼上钩了。嗯，鱼钩是直的，且未入水中，如何钓得到鱼呢？这叫愿者上钩。你们是谁呀？这位是父王西伯侯姬昌。西伯侯，您怎么找我这儿来了？父王夜观天象，得知有位贤士垂钓于渭水之畔，特来相寻。我是贤士，找我何事啊？老夫有一事，想请贤士来赐教啊。赐。有一清池，池中有鱼啊，因风云突变，清池便沼泽，鱼陷泥沼。苦不堪言呐！若欲救池鱼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池鱼啊！你给换个池子不就完了吗？怎么样？这俩人。
就是你的人了。哎呀，姬昌在此，谢过前世啊。哎，不不，姬昌不是那个被商王扣押的罪臣吗？罪臣？你是罪臣？老夫确实是帐口于朝歌呀。海王有一日同贤士共议天下大事，共商天下良策呀。没那么一日，我是行天道的，不与罪犯为伍。贤士，天道不可违呀。老夫告辞。带我们到这没人的地方有事儿啊？妾身肚子饿了。本官肚子也饿了。人家想要。我也想要。吃了你们。人都走了，还想啥呢？我在想，那是不是妖气啊？朝歌的方向。这里没妖气啊。后边装上去。走。我的天哪，回头就太不容易了。咱俩是来找妖气的，你怎么喝上酒了？我喝酒啊，在壶里看不出少来。你干啥呢？我尝尝。在这里边找妖气啊？啊，这都看出来拉清了。哎呦，来人了！你现在是不是透明的？透明的。来来来，倒下。以整日祭告天地，临轩纳财，累了吧？跟你在一起不累。这新娘子眼熟啊。你看那漂亮姑娘都觉得眼熟。闭嘴。怎么赖飞？没什么，错觉吧。大王稍后宴请群侯，莫要忘记宣告新政，将兵权收归中央，尽早平定战事，愿天下早日太平。姑心中有数。啥情况啊？我还四处寻找明珠，除了他还能有谁是明珠啊？新娘是明珠啊？你有病啊！我说纣王，走走走走走走走来。臣等拜见大王，恭贺大王与贵妃娘娘大婚。众卿平身，孤有一事欲与众爱卿商讨。孤欲将驻守于四方的精锐兵力班师回朝，统一调配。臣以为万万不可，如今四海初定，此时撤军无异于舍我大商江山。臣亦以为此时调兵回国，舟车劳顿，无甚必要。望大王三思。这帮大臣表面说的头头是道，其实不就是不想自己吃亏吗？梅国叔，
意下如何？回禀代王，调兵回国一事非当务之急，日后权衡不迟。梅国叔言之有理，那就日后再议吧。不过眼下有一事务必请代王明察。何事？近日以来宫中屡生怪事，不是宫女失踪，就是侍臣遇害。老臣夜观前相，见妖气笼罩深宫，实属不祥之兆。禀报代王，确如梅大人所言，就在今日，我国两位使臣便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啊！果然有妖。梅国叔，你误会了，妾身时常与代王相伴，只是与代王商讨国事，望助代王一臂之力，并无魅惑代王之心。苏贵妃，你不过一个出入宫门的妃子，有何资格与代王商讨国事？你私自干涉政事，扰乱代王视听，该当何罪？姜皇后，今日乃孤与苏贵妃大婚之日，勿要如此刁难。臣妾并非有意刁难苏贵妃，但是管理后宫乃是臣妾分内之事。罪臣之子伯邑考代表西岐进贡宝物十车，特为代王贺喜，望合代王和贵妃之心意。不错，伯邑考有心了。求代王仁慈，赐无父再生，得赦归国。你纳贡为父赎罪，亦为孝义。好，孤准你们二人归国。谢代王。这回他就不是囚犯了。孤听闻姬侯善于卜卦，临行前不如就为孤和苏贵妃卜算一卦。是。卦象如何？大王，此卦乃是大凶之兆啊。这可是我说了话。何解？此卦乃灾孽之源，轻则举国凋敝，重则国运倾颓呀。姬侯，既然是大凶，那你就不用回西岐了，留在朝歌辅佐于国，见证你说的国运。代王，此卦象代王也看到了，臣妾代表后宫奉劝代王，勿要册封此妖女为妃，免得中了她圈套。爱妃苏妲己，竟在做朱亲，你们不喝吗？这个皇后一张苦瓜脸上挂着杀气，还说别人是妖，贼狠作贼，她一定是妖。走，今晚就输了。走。你都看到了，他们一个个咄咄逼人，步步紧逼，孤乃一国之王，却处处受他们制约，就连孤想迎娶一个心爱的妃子，也要被他们指指点点。
姑的身边，能多些像你一样动姑心思之人，早就天下太平了。皇后，你这个妖孽，我让你原形毕露。原来他是妖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明事理，竟敢污蔑我姐姐。那你以为谁是妖？你不是说皇后？我说了吗？受死吧！我嫁了妖孽，还不现出原形？眼熟啊，姜子牙，怎么又是你？让开！黄人帝兄弟，啥修为啊？这玩意儿怎么用？这就是你的水平？就这，呀！当时的情况很快啊，这蛇精就是大蛇精，它的尾巴就冲我卷过来了。我答应没有闪，不过不怕，以本仙的实力对付这种妖怪，那就是三下五除二的事。你又吹？我吹不吹跟那啥关系？我这胡说八道干嘛？哪儿凉哪儿待着，走。还在说不走了？还在呀。啊，我赶跑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赶跑了。言归正传，本仙此次下来便是专程为了保护皇后娘娘。当然，如果您能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，那也未尝不可。啊，臭道士，上次斩断我一条尾巴，这次又害死红莲，姐姐怎么办呀？别冲动，姐姐，就是他给了红莲一颗闭气珠，说可以遮挡妖气。你是谁？有何企图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是当年狐族的女君九尾。我还知道你全族被灭，内心悲愤，如今好歹做了人界的王妃，所爱之人又身陷朝野，郁郁不得志。我倒是有一两全之策。此画中视为露台，你命人将此台修于轩辕坟上，于十五月圆之夜行祭妖之术，便可引妖灵将士重振狐族。敢问你若有忠诚的旧部相助，还有谁能违抗你和商王的意愿？为何要帮我？
就是朋友。我和你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吾往英武，一统四海，万寿无疆。这是何处？回大王，此处名曰露台，可引仙人下凡，助大王大展宏图，江山永固。你又是何人？本仙江上，可助大王修建露台。你只需按我的吩咐，将姜子牙加入纣王的梦境中，届时他造露台是死，不造也是死。你小姐妹的仇便可报了。皇后，昨夜袭击你的果真是妖怪。千真万确，多名侍卫也可作证。若非这位贤士出手相救，臣妾怕是早就被妖怪所害了。贤士如何称呼？本仙江上，奉玉虚宫元始天尊之命，下山助明主行天道。你就是江上？哼，大王看来是听说过本仙呢。好，江上除妖有功，官拜下大夫，特授司天剑指。谢大王。大王，这夏大夫是个什么官？具体做什么？命江上按照此图监造露台，完工之日加禄增官。这哪是露台啊，这分明是想要的祭坛呢。就你明白。嘘，别说。大王，术业有专攻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江上大胆。怎么呢？这是大王的旨意，你竟敢违抗，乃大不敬之罪。大王，按律应将此人革职收监，等候刑罚。江上斩妖有功，况且他的话也未必有错，还望大王三思。大王，老臣斗胆启奏，摘星楼刚刚竣工不久，不宜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。况且这露台之行勾脚诡异，不似寻常，恐有不祥之意呀。老臣只怕这宫中仍有妖孽作祟，危害大王。梅果树，想当年你与孤共商国策，君臣一心，如今为何处处与孤作对？无需多言，古稀已绝，就由你们二人建造露台，退朝。按照那个人的说法，将欲杀之人的毛发炼入此铜柱中，方可令其灰飞烟灭，即为炮烙。梅伯的头发已经取到了，可是江上的……这是姜子牙的法器，里面有他的一缕元神。您是想要孙子是吧？来，孙子，有嘞。来，下一个。哎，你们都醉了，看你们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升官先别想，保命要紧，走吧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今天到这儿啊。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，大家面相都很好，也
可以，我这取吧取吧，别看热闹了，散吧散吧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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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点了，别耽误喝酒。不是我说，你算的到底准不准？我现在是大王身边最宠的宠臣，他们找我算命根本在乎的不是准不准。帮我把钱收下。没事，你放心吧，钱在我这儿不重要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乎什么吗？哎呦，这就跟我过财了。嘿嘿嘿，行啊，离兄弟又近一步。来吧，数钱。江大人，为老夫算上一卦如何呀？你不会算卦吗？请说吧，算什么？父王想与您互算运势。互算？互算。西伯侯，大难临头啊，我劝你想个办法把他弄出朝歌吧，不然。很好。命不久矣，会死，你还好？为天下万民而亡，岂非远胜于苟活呀？我看你就是真有病。老夫说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江大人，你的运势。天命于西，天下易主。江大人，老夫仅有一事相求，待老夫归西之后，请相助周国，救天下百姓于水火。西伯侯啊，你可知，刚才讲的这番话就是典型的错误言论。我已经找到明主了，我没有必要再去重新创业吧。你放过我吧，不要拖我下水，好不好？你们请回吧。走吧。来。谢大王，情况如何？回大王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姑问的是露台修建的情况。啊，大王，所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不过是表面之象，实则百姓疾苦，民不聊生，无力负担兴建露台之重负，故并未动工，还请大王体恤民情，收回旨意。梅果树，你这是抗旨啊！老臣只有一颗赤胆忠心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照。臣妾可见梅果树的忠心是真是假。启禀大王，臣妾得此神器，可助大王鉴别忠奸。如何鉴别？大王可令梅国叔和江大人以身体裹拥同住，但凡是效忠大王者，则安然无恙；凡是心存祸胎者，轻则灼伤，重则致死。我先试。大王，老臣效忠伤势五十余载，殚精竭虑，披肝沥胆。大王
还看不到老臣的忠心吗？梅国叔，不妨一试。好，我试。进妖妃，远贤臣，成汤盛世，终于此朝。江上，江爱卿留步。姑得你一忠臣良将，实乃此生之幸，跑了免了。姑与爱妃敬爱卿一杯。没事吧？我申公豹修行300年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凭什么让你这个孬种把功劳全都抢去？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江山。等一下，师弟，你到底懂不懂师尊他老人家当初为何不选你？为何？因为你是一个大笨。我去，到城门了。我们的目的是出城门，你冲到城门外。我也想啊，一天只能用2次，再用就过命了。那这不尴尬了吗？众人听令，传大王口谕，放此人出城。怎么，你们想抗旨不成？走吧，走吧。先师，不要忘了老夫和你说过的话呀。走吧。我去，上来就过命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停住。父王，放他们走吧，我们怎么办？这都是命数啊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醒醒啊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只要你醒了，我再也不向师尊打报告了。我是天天给你打酒喝，竹叶青，竹叶青最贵的，我天天给你打满。把你说的给我打个条。打多少条都行。姬侯，你伪造金牌，假传姑的口谕，这是死罪。昏君，我姬昌死不足惜，但你迷恋妖女，滥杀忠良，大伤王朝，忠义。来人，把姬昌推出去问斩。求大王开恩，我已考愿代替父王。
以死赎罪。我一口糊涂。好，孤成全，父子二人一同问斩。大王，不如暂留他们父子性命，押入天牢，留作后母。皇后约我至此，所谓何事？你到底是何人？臣妾苏妲己。一派胡言！我派人调查，苏护之女于五年前因病过世，根本就不是长你这个样子。我请得道之人鉴定过，你怂恿大王修建的露台，实则是一个妖族的祭台，用来复活妖灵的。你就想说这些？来人，杀了这个妖女！你我同是一夫，我本不想与你为敌，但你偏自寻死路。九尾听命，当年吾给你一条生路，你却误入歧途，不令你即刻收手，勿要再逆天而为。妲己所为，皆是为辅佐夫君，九死无悔。伤势当亡，此乃天命，你执迷不悟，必遭天谴。天命！我的命，我自己做主。明日即将完工了，姐姐，我们妖族的复兴大业就要成功了。完成复活狐族的祭祀，就差最后一个祭品了，纸杯之人的鲜血。我早就物色合适的人选了。吃吧，这是代王赐你的。原来老夫的大限之日到了。姬侯，你可知道饼中是什么肉吗？伯邑考。伯邑考。
露台建成，孤与爱妃将迎请众仙将士，祝吾商朝永兴，盛世重现。仪式起。停！死了！你是谁？姬昌呢？他早已离开赵哥了。江小不会有危险吧？姜子牙，你处处坏我好事。降魔未到，乃吾辈职责。妖狐受诛。姐姐，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，自从红莲死后，我也已是至悲之人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可知师尊为什么将重任托付于我？这是师尊最大的错误，他把主州伐纣的封神大业交给了你这个废人。明明我才是师尊的得意门生，我兢兢业业练功300年，为师尊出生入死，凭什么让战果落在你的头上？凭什么？当初我也不，我长得不如你帅，身材不如你好，
资质不如你高，能力不如你强。我没有你的努力，没有你的才华，没有你的工于心计，没有你的八面玲珑。我最没有的是你对功利的执念。少废话！妖，是妖又如何？我爱的是那个在河边与我畅谈天下之事的女子。如果我只是一个民女，你只是一个凡夫，我们就能男耕女织，相守一生。可是，那是我们的身份。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数。
事，我要打回赵国，推翻报杀。先生，大王，我有一法可救苏贵妃。